9月13日，鞠婧祎在自己微博晒出两张照片，并配文称：“1000万粉丝了，感谢陪伴，以后也一起走吧。”那个作为灵魂画手，亲手为大家画了贴纸，请笑纳。他留言写道：“右下角的你哈，值得拥有姓名。”照片中的他身穿印花卫衣，扎着双马尾，皮肤白皙，比耶眨眼，十分可爱。网友纷纷表示：“预约一下下一个1000万的热评，恭喜啊！以后也会跟你走下去。”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